你在发什么呆啊？像你这种程度的迷恋，不应该我给你开工资，应该你给我钱。啊？对不起，徐总。你故意的吧？为什么？你故意把水洒在我身上，然后趁机摸我。 谁摸你了？我掐你还差不多。喂，哎！老板，我今天有约了，不陪你吃饭了。不过这么看来，是我打扰你们了。 我们版权部尽快给我敲定梅花鹿的时间，给我们安排一次会面。他现在毕竟是公司最大的作者，我出面谈条件会比较有诚意。派你过去不是关心许诺的安危的，尽快搞到何哥给出的续约条件。就这样。工作时候手机静音。好的，老板。 刚刚训练晕倒了，现在在黑龙队医务室。我在拍摄赶不过去，你去照顾一下。队医说没什么事儿，应该是前两天感冒发烧没好，身体虚。徐总停车。什么？我妹妹晕倒了，我现在要去医学校看她。送你过去吧。不用了，就在这附近，你不是还有会要开吗？我自己过去就行。 老周，哎，好，谢谢阿江叔。云卓，云卓，你没事吧？我来吧。怎么是你啊？志霄哥呢？志霄哥有事来不了，我让我来帮忙照顾。我不需要人照顾，你回去吧。 云舟，行了，别演这种姐妹情深的戏码，行吗？我累了，我不想说话。云舟，你是不是生气这段时间一直都没有联系你啊？是因为我们最近都发生了很多事，我也想让你冷静一下。对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何哥不会解散狂虎了。我让你回去。 我对你们的事情真的不感兴趣，我怎么回去？我得照顾你。可思怡，我说什么了你就哭了？不是每次牵过的都是你呢？实在罪孽你。我们俩第一次比赛，我输了，流了很多鼻血，可是赢了的你却哭了很久。 我只能默默拍着你的肩膀安慰你。我输了，我也想大哭一场宣泄一下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明白，我们俩是不一样的。是你什么都藏在心里，你总是放大别人的失误，放大自己的委屈，所有心思全部都要靠猜。 你得说呀！你得告诉我们，放下你离志霄哥远一点，离他远一点。我喜欢他，我喜欢他很久了，可是他永远只围着你转。
我告诉你了。志霄哥，我今天没时间，所以没能去看云竹。你明天有时间吗？你可以去看一下他，他爱吃草莓，你要记得给他带。谢谢你啊，志霄哥。你要去哪儿？去晨跑。你昨晚干什么了？整晚没睡，忍不住想哭。为什么？总觉得自己可以察觉到别人的痛苦，结果却连身边最亲近的人的痛苦都没有察觉到，还伤害了他。觉得自己很坏。谁的痛苦没察觉到？算了，和你说不明白，我去跑步了。不行，运动早高峰太危险，不可以去。徐总，我不是在和你商量，我只是交代你一下。入职合同上也写明了，在不危害身体健康的前提下，相互尊重彼此的生活习惯，所以我去晨跑，不违反合约。我去晨跑。可是，徐总，你是在保护我吗？嗯。你这样让身为保镖的我很为难。知道为难的话，闭上眼睛啊！闭上眼睛啊！你才没长眼呢！哦，啊！徐总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扭到脚了，我扭到脚了吗？别动。上来。不好吧，徐总。上来。我要吃关东煮。好，我去买。对不起，坐下，我去买。这么多。那个，你带钱了吗？我出门太急了，我忘带钱了。好，谢谢。回去管你。给你。我对牛奶过敏，喝完了会肚子痛，你喝吧。你怎么突然那么开心了？
是因为吃了关东煮吗？开心？我开心吗？因为我以前在这里做过兼职，经常通宵加完班，还要顶早高峰的班，所以我现在看到这种小店，我都有心理阴影。所以我很确定，这种幸福是你的。那你为什么会突然这么幸福呢？ 吃完了吗？今天不用上班吗？马上，马上，马上！快点，快点！马上！奇怪，刚才还很幸福，现在怎么又不开心了？可思怡一会儿你不需要进去。啊？我不是24小时对你贴身保护，不能离开你的视线吗？ 你说这梅花鹿挺奇怪啊，住在这种世外桃源，不喜欢见陌生人，太夺人尽房间，他排斥，对谈判不利。你说这大神作家是不是都有点神经病特质？梅花鹿，你明确见梅花鹿啊？你认识啊？我不认识，就是我妹妹喜欢看她的小说。怎么了？你先进去，你能不能给我小心一点？ 我进去，小心。有这么开心吗？当然开心啊！能做你24小时的保镖，贴身保护你是我最大的幸福。你俩差不多得了。可思怡，你也差不多得了。<笑>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小心。 小罗老师，站这里别动，等我出来。别再给我搞出任何事情，不然我要你好看。我不用进去吗？不用了。那怎么能行呢？怎么不行？我是你的保镖，我当然得跟你一起。万一那个梅花鹿已经被你的敌人收买，等你跟周律师一进去，然后就迷魂药一吹，麻袋一套，一顿乱棍，到时候你就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啊！可思怡想象力真够丰富的，要不别干保镖了。 干脆拜梅花鹿为师，改写小说怎么样？可以啊，我OK啊。徐总，人来了，知道了。我说了，站在这里，别动。哎哎。 三三，起来！嘿嘿嘿嘿，别动！嘿嘿嘿，来，来，对不起，志强哥，教练，我休息一下。好，去吧。 志肖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前两天我一直在郊区录综艺，没时间来看你。喏，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草莓。谢谢志肖哥。喏。
上次对不起啊，你生病了，我都没能过来看你。没关系啊，你刚不是道过歉了？倒是你呀，别那么拼，感冒才刚好，又开始没日没夜训练，别又倒下了。你也吃一个。好酸呀。小乐老师，我是给你打电话的专业信，这位呢是我们徐总，想必在新闻上看过很多次了吧。哼，我从不看新闻。啊，不看新闻啊，没关系。小罗老师，版权部和您打过电话了吧？您和何哥的合约要到期了，我们这次来呢是谈一下续约的事情。哎，你怎么不笑啊？谈判的时候不总是带着一些商业假笑吗？小罗老师，你别误会，我们徐总啊笑起来太可怕了，你还是别让他笑了。我的笑又没有价值。小罗老师，无论吴东德给你开出什么样的条件，我都愿意给你加码。比起笑容来说，这个东西是不是更有诚意？庸俗的人类。怎么突然这么生气啊？谈得不愉快吗？像你这个级别的老板，我这么骂，你总得有些反应吧？我看你一直面无表情，没有任何情绪起伏的样子。只有两种情况会这样：一，你是个大智慧的高人；二，有病。那么，小罗老师，你会因为我有病而大发善心，在条件上给我打折吗？你有病关我什么事？为什么要牺牲我的条件？庸俗的人类。好玩，有意思。你们都在等着对方开价是吧？哎，我偏偏就不告诉你们对方的筹码。一天之内，以明天的这个时间点为节点，拟好你们的续约条件。谁先开出我想要的条件，谁就能最先拿到合同。不是吧？这么玩会玩死人吧？会死人才好玩。好，那就这么玩。徐总，徐总，你谈的顺利吗？顺利啊。有多顺利啊？顺利个屁啊！谈崩了。啊，你啊什么？我关心公司，关心你啊，公司就是我的衣食父母。你说他们这些艺术家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写作就是写作，签公司就是谈生意，就不能正经谈生意吗？他说什么了，把徐总气成这样？啊？你怎么知道他生气了？这不是默默生气呢吗？他什么表情都没有，你怎么知道他生气了？可思议，别给我胡说八道。你看，你说梅花鹿都能气成这样，那他肯定在生气啊。哎，可思议，你知道那个梅花鹿说什么吗？说我们徐董是庸俗的人类。说的没错啊。张一健。让版权部把这些年所有关于梅花鹿的报道，还有社交网络上所有关于他的讨论都给我找出来。为什么？他要的条件并不是比钱多钱少，他这么搞纯粹是在玩我跟吴东德。小说写多了，真以为自己自带上帝视角，可以把所有人都当成操纵的棋子。我也觉得他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。这个人独来独往，
性格怪癖，在和所有人说话聊天的过程中都自觉升高，带着玩弄所有人的意味，所以他一定会在不经意间释放一些关于他的信息。我要找找看到底什么才是真正能打动他的条件。行，明白了。这个人独来独往，性格怪癖，在和所有人说话聊天的过程中都自觉升高，带着玩弄所有人的意味，所以他一定会在不经意间释放一些关于他的信息。我要找找看到底什么才是真正能打动他的条件。许诺说的有道理，得去找找看到底什么才能打动这个梅花鹿。徐总，我到办公室帮您拿您的资料。嗯。可思议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安静？没有，我就是有点头晕胸闷，我下车透透风。这个项目得挺好的。一会儿你去哪儿啊？可思议，你这么做到底对不对啊？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？不可以把情绪表现在脸上。许总，我这么对你是不是不好啊？你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。不是，我指的是我的疼痛都由你来承担，你的情绪是你的秘密，但却全都被我知道了。我觉得很对不起你。你现在才觉得对不起我？对啊。那怎么做才能对你公平一点呢？如果你想公平一点的话，那就百倍的补偿我，对我好。好，我会百倍的补偿给你。好。哎，姑娘，想买什么花呀？看一下啊。哎，好。你又干嘛？徐总，这花好便宜啊，我们买一盆回家吧。你家那性冷淡的装修，实在是一点生机也没有。这花跟我家的风格不搭。求你了，徐总，我真的很喜欢茉莉花，我们就买一盆花回家。还有上了年纪却依然要推着车出来做生意的老人们，那种老无所依的孤独，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办法熟视无睹，因为他们是你也是我。买吧，但是我不报销。放心吧，我送你。不是说了吗，从现在开始要加倍对你好。你瞎吗？不瞎呀，我能看见你很帅。你买花不看质量吗？明明花一样的价钱，为什么不挑一个最好的？你觉得他能承到回家吗？我知道其他的几盆比这盆开的多要好，更划算，但不是所有东西都要靠划算来衡量的。那靠什么衡量？你看啊，这盆花肯定不会有人买，那对这个大热天摆摊的奶奶来说，这就是成本损失。
是如果我们把这盆让他烦心的花给买了，他就会觉得，嘿，天天遇到了一个傻子还挺好。这样我们不就是又帮到他的生意，也帮到他的情绪？你还真是个傻子。嘿嘿。你不是真想救活他吧？当然啊，这很明显已经救不活了，别浪费时间。怎么叫浪费时间呢？我是在拯救生命。你知道吗？茉莉花只要光线好，勤浇水，它就可以长得很好。小时候家里没钱，我妈妈没有钱买香水，她就会把茉莉花滴在我跟她的衣服上。所以我觉得茉莉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闻的味道。你干嘛？看着碍眼，扔掉。不行，它就是一本茉莉花，你跟他生什么气？让开。啊！好好好好，给你。呀，徐总，就是刚刚那样，嘴角自然给出弧度。再笑一个。哦，那应该是刚刚挠痒痒时候的生理反应。你再试一次。不用了。来吧，徐总。徐总，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我就把他放我房间，你就假装家里没有他。我还想假装家里没有你呢，可能吗？你谈过女朋友吗？没有。那你就不懂了。为了自己喜欢的人呀，你总得拼一把。做格斗综艺，为了你女朋友？女朋友谁啊？你再不走，我真把你留下来加班了。哦，我找女朋友去啊。志霄哥。林竹。吃饭没？没呢，那一会儿我请你吃饭，正好有点事儿想跟你说。行，哎，你是那个格斗女神？你好，老大，原来你的女朋友是格斗女神啊！滚，拜拜。那咱们去吧。茉莉花呀，茉莉花，你到底是哪惹到他了呢？不过你放心，只要我在这个家里，就一定会保护好你。你自己也要努力的生长啊，长得枝繁叶茂的，气死他！林竹啊，嗯，其实今天我是有件事想请教你。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我想做一款格斗类的综艺，想让你帮我看看方案，从你专业的角度上给我提一些意见。格斗综艺？你为什么要做格斗综艺啊？我本身也是综艺制作人嘛，我对格斗也非常感兴趣。
综艺格斗的话，不用那么专业吧，随便娱乐一下不就行了吗？不行，这款综艺我必须要把它做出有爆款潜质的样子，不然我们集团总裁是不会给我过的。为什么？哎呀，就是那个要拆了狂湖体育馆的许诺，他讨厌暴力，反感格斗，如果这款综艺不能让他看到市场价值，那他肯定会给我卡死的。那我帮你看看好了。谢谢云珠，多吃点。我听说狂湖体育馆不会被拆了呀。只是暂时不会被拆。不过现在狂湖已经穷途末路了，所以我这款综艺一定要做好。所以你这么卖力是为了可思议？准确来说不只是因为可思议，我想让狂湖每一个人，包括李叔、林文、尤薇薇，他们每一个人都能继续坚持自己的梦想。你出去了。我饿了，出去买了饼干。你要不要吃？不要。哎，徐总，你研究出来了吗？什么？梅花鹿想要什么？研究出来了。我有一点点的好奇，他想要什么？关你什么事啊？早点休息。只是让许诺推迟了，但我有能力永远推翻他改建体育馆的方案。帮我，是你彻底挽救狂虎命运的唯一出路。可思议啊，脑子里的水抽干了吗？你脑子里还有水呢。许诺也真是的，怎么到处跟别人说我脑子里有水？那就是脑子里都是浆糊。哎，周律师，有事儿。那个跟梅花鹿的合同，你完了吗？没有啊，版权部的林总出差了，刚回来，准备开会。那咱们有信心吗？必须的。徐总亲自出马，别说是梅花鹿了，大熊猫也拿下。那要是没拿下，公司会倒闭吗？徐总会破产吗？你想什么呢？有空多读书吧，脑子里什么都没有。开会去了。可思议，帮我买杯咖啡。哎，等等，算了，我让前台去吧。别，我去。你好。要一杯焦糖玛奇朵，我之前打包，不错，是吗？思义，是肖哥，最近一直在忙，都忘记问你了。你最近有没有去看女主啊？看过了，昨天晚上还一起吃饭来。挺好挺好，都看完了。思义，你再撑两天，我已经找到办法了。啊？什么办法？我要做一档关于格斗的综艺，方案我已经提交给公司审批了。只要综艺做得好，你就不用待在许诺身边了。
综艺和我跟徐总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做这个综艺就是为了狂虎啊，到时候让狂虎的主力队员全来参加，以此打出狂虎的名气。一来，许诺就没那么容易轻易解散狂虎了；二来，就有更多渠道为狂虎找到新的赞助商，永远不用受制于许诺了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谢谢你一直为狂虎奔走。先生您好，您的加特玛奇朵。谢谢。你也喝这么甜腻的东西啊？那你先给我吧，你拿我的，我着急，拜拜啊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除了调整签约价格和收益的占比之外，还要另外加一条核心的条件，让他以特约嘉宾的方式参加制作部那个非常火的唱歌综艺。啊，徐总，我们过手的条约很多，这种条款还是第一次见，听着有点奇葩呀。梅花鹿是自恋型人格，我看过很多有关于他的采访，他的大多数采访上都会隐晦地提到，若不是因为写小说的话，他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手。他一直认为自己在唱歌方面非常有天赋，只是没有机会证明，这是他的一个遗憾。让他参加唱歌综艺，吴东德那个商业头脑绝对想不到。哼，把这些文件发下去。嗯，好的。音乐综艺。是，许诺说这梅花鹿之前参加过音乐综艺的选秀，认为没有人懂他唱歌的天赋，而他又是一个自恋型的人格，很希望自己的天赋能够被别人认可。嗯，我们的人已经在梅花鹿酒店待命了吗？一早就等在那儿了。意向合同已经拟好，就等着填条件上去了。吴总，只要我们现在通知一声，许诺他们一定没我们快。我觉得就这个条件去签约，胜算蛮大的。我也觉得。嗯。周律师。嗯。你们要去哪儿啊？许总去吗？需要我跟吗？找梅花鹿签约，许总不去，你待着吧。糟了。我不会给许诺和周律师惹了大麻烦吧？怎么办呀？要是被他们发现是我泄露了消息，许诺一定会打死我的。不对，我是为了保护狂虎，是许诺先对狂虎下手的。可思议，想什么呢？跟我下楼。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装修方案啊，客厅呢按照您之前的选材，配色以亮色为主，简约明亮。至于厨房呢，我们要设计成开放式厨房。嗯，那这样子和客厅就是连通的。徐总，周律师去签约了，结果还没出来，你怎么还有心情在这儿喝咖啡呀？为什么没有心情？吴东德一定想不到这一点，而且梅花鹿也一定会选择我们。就是客厅。啊，你就这么有自信啊？跟我说一说吧。我觉得这一套。你为什么喜欢格斗？啊？怎么突然又说到格斗了？你的前男友梁之潇正在做一档关于女性的格斗综艺，是为了你吧？不是，之潇哥自己也很喜欢格斗，不是为了我。
回转信。搞定了。我们输了，晚了一步。强壮，要。